哎呦，来了来了，被我们期待的。哎呦呦呦呦，可以，这叫什么？严格来讲，我们只是卖艺的。啊，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 我是 A three， 你们不是敌对吗？怎么穿的一样？在这儿没有敌对，都是最尖的。我才diss你，你不懂事儿啊！<笑>那咱这两组最顶的有没有什么狠话要放呢？我们来，包括 A three 来。 都是给中文说唱做个示范，他们太没劲了，让你们看看北方爷们儿是怎么玩的。2017年，我第一次在这个舞台，就是这个环节倒下的，然后7年了，我做出来几首我觉得满意的东西，在这里给我自己一份答复，就这样。 那就来吧 ，Let's go。 我们两个的默契直接就爆炸了。北派吗？北派了。北派就是北方派系嘛，因为我们是想做出一点带有北方特色的说唱。这首歌就是为了今年的新说唱量身定制的，我们就是奔着这个合作来的。 编排的很好，也有很多小的设计，让人感觉虽然他俩是单独来参赛的，但他俩真的变成一个组合，而且也很厉害。他们呈现的舞台还是非常的完美的，然后他们俩的那种搭配呀、走位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齐的，就是一个团队该有的东西，是非常帅的。北派这首歌太帅了，而且他们设计的点也挺丰富的，有点担心三哥。 Check check。
A3， 如果你在 battle 中失败的话，你将直接淘汰。很替 A3 担心，因为他们也是配合的特别好，而且很有冲击力。说这世界只有黑和白的都太笨，因为有的恨像爱，有的爱像恨，有的好像坏，有的坏像乐园吧，但里面传来哀叫声。你看那一万栋楼，十万个家，百万的外，千万滴泪水划过几亿张脸，为一个爱，几只责怪，前想个明白，没有人想当坏人，都想过个好日子呢。什么是坏？我能控制我的欲望，这让我能驾驭我的灵魂，选择它的去向。熙攘的街火，这是朝海边的夕阳，让我心跳变得平稳，眼睛充满希望。人们都会像黄昏的云朵一样飘走，所以我的作品得经得起时间跳动。我是笨蛋诗人，你是聪明的小丑，彼此的痛苦我们永远没法搞懂。别装成明白我的样子 No you don't， 别提我着急，我感觉自己还可以等。我笔下的每一句都是有生命的灵感，就像流星名利，我啥时候都能挣。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后果，得到里有失去，失去中有收获。岔口太多了朋友，什么叫做走错，就是走了很久发现这条路你走过。会陪着黑夜当你安静的哭，是否觉得后悔选择脚下的路，鸡皮疙瘩起。会陪着黑夜当你安静的哭，是否觉得后悔选择脚下的路。我在我说过的那个边界酒馆，我把真理倒在杯子尝尝口感，它是浓香型的温和而且柔软，它是酱香。哇呀！哇哦！呼呼呼 ！A3 舞台，我没得说，就是词写的非常漂亮。他是在说他自己，但是我感觉他还在说我，他在用一种我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文字在告诉我，这个是你经历过。三哥舞台太完美，他确实是一代词匠。就算不听他的歌，光从他的歌词中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不少的震撼。而他的表演又那么的无懈可击，那么的完美，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一首歌，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。哎，然后他的舞台演绎那个张力是我看过所有选手里最强，我太喜欢他那个舞台了。我希望今年三哥能拿冠军，他也需要这个冠军，他也值得这个冠军。请七位明星制作人在倒计时内进行二选一表决。啊！这个怎么选呢？有点难选的，这有点难的。嗯，我也觉得有点。不好选，包赢的 A3 怎么会不好选？我觉得好难说。灰子和秃子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、非常棒的一个双人舞台应该怎么做的样板。就无论他们的动作，他们的舞台设计，我感觉是挺棒的。三哥这个舞台看得我鸡皮疙瘩就是起了一身的，他的歌词，他的内容，然后用他的那个唱腔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，我真的就是把你唱进去了，你那个画面都出来了。现在公布投票结果，
我这首歌是我职业生涯最满意的一首歌，同时也是我总决赛的歌单里面第一首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哥俩拆开了，输赢真不重要了，我只是想看看哪个导师会喜欢我们的舞台。